你是怕死卖咸椒啊？即阵才烧咸啊啦，卖不出去啦。你无听过一个讲法哦？那你想要烤的时阵哦，就食咸的。我拄食咸椒，咸的老合适。逃避可耻，但有效啊！安尼嘛靠有面子对吧？阿英啊，起来送啥？今日来啊，先来吃饭。你是怕死卖盐椒啊？即阵才烧咸啊啦，卖不出去啦！哦，这行菜本来就无要卖啊。这是阮爸啊，要甲阮妈哦，忙到想要哭的时阵才会做的啦。是安怎？啊！哇，你无听过一个讲法哦？那你想要哭的时阵哦，就食咸的，愈咸哦，伊愈会流汗，愈流汗到最后就袂记要哭啊。盐我拄食。咸椒，咸要流目屎。嗯，同款就无同师傅呢。咸到要流目屎哦，甲艰苦流目屎就无同款啊。你安尼是咧图片问题啦。是啊，逃避可耻，但有效啊。大概我讲爸有煮料理哦，爸甲我妈拢唔敢哭呢，因为我愈哭哦，伊骂我愈凶啊。啊，你莫叫是讲哦，伊足疼惜我的，会对我手下留情。无喏，那是讲着煮食哦，伊绝对无甲我当作亲生的啦。所以啊，我就甲我家己讲啊，我绝对袂当哭，绝对学会晓伊的手艺。是免教你学做菜，遮尔啊艰苦，是讲你家己的个性，嘛是唔肯认输一种的啊。人生在世哦，总是会拄着艰苦的代志嘛，我拢知影坚强啊。你嘛坚强嘞。你某的代志哦，只有甲我讲啊。你放心啦，你两个囡仔哦，我会替你到注意的啊。多谢你。你是不要流目屎呢？流汗总比流泪好，安尼嘛较有面子，对吧？来来来，也加一挂来来来，哦，就香的，就香的。流汗总比流血好，嗯，流泪好，嗯。